屁股而已，我顶你是欺负我，我今晚是要干什么？等我回来，快点！五点，你说你。小白无路别久，属于我的。早晚有一天，我来偷偷回来啦。我绝对会当，我你小毒瘤，危害武器集团。不信，你试看卖。江道生要跋落楼的时阵哦，迄个孙伯凯拄啊是过兄啦，做江道生的肉店，好江躲过一劫。孙女啊，拢他们都信。我今日无看事出门，今日才所以去拄到你，以后大家要落去拄到，啊，当作无识识啦。好家在当初哦，恁当坚持哦，无要收我做徒弟啊，我若对着这份事话，只是人捡讲。你刚伫超市外口，是不是就是想要找我参详？不然那救迄个病人，迄个病人其实就是家风对吧？所以是表示讲有两个家风。你讲的这条梁瑞安，才是真正罗家风。啊，这摆昏迷的罗家风。其实，阮阿爷好姓单中志。单中志，这敢就是迄个昏迷罗家峰真正名？当初虎皮也生家峰的时阵啊，身躯边真侪人伫咧遐，无可能阮检查唔知影。你意思是讲单中志无死？我就知啊，你一定会找到真相。江海哦，你到底上海有啥物代志啊？上海是重要代志哦。这，小代志。是我。